你有没有女朋友？龟贤，现在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。龟贤是要撇我干净。龟贤，你还记得那些年吗？啊，我的那些年非常非常非常好。但是现在没有，现在没有。盛敏有，现在完全没有。 也都完全没有。你在说完全没有，然后Henry就说有。哦，我不知道他。立旭有话要说。要说了，嗯。啊，他昨天分手。昨天分手。他今天一点都看不出来啊。可能就是为了见长沙的歌迷吧。开始演了，OK， 好。立旭，你呢？ 我从2005年到现在没有，只是有你们。哦，海涛，OK， 请问我们 Super Junior M 当中谁有过非常难忘的、很伤痛的恋爱经历？Henny。 是东海吗？是所有人都在看着东海吗？我都给，一定有。东海应该是前段时间，现在头发都气白了。네，저는 항상 좀 이렇게 차였어요。他一直都是被人甩的角色。不可能了。不可能。怎么可能？真的。对方没有品味，没有眼力眼光啊。 不要哭，东海，东海，东海，不要哭，别伤心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好像也并没有安慰到他吧。其实真的很难聊。如果女孩子生气了，要怎么样去可以让她好好的缓过来，就是比较哄哄她。一般来说是怎么哄女生？问一下龟贤好了，你可以在成员当中选一个来模拟你的女朋友。 然后，人生太奇怪，如果他生气了，你要怎么样？他没有人不发愁，有他听过，有夸着他，对啊。我们成员中，表演，他是女生。假如他是女生，啊，立旭，我觉得立旭可以。好，现在立旭生气了，立旭你生气了。我龟贤女朋友吗？他生气了，你要怎么？进入角色了。 进入角色，安慰他，安慰他。龟贤，过来。哎，立旭，你在干嘛？你是不是生气了？是。看上去生气了。 你，哎，看看我。立旭好入戏，有没有？你为什么这么帅？我不知道，我的妈妈。所以，立旭，你，我爱吗？ 哦，我爱我吗？我爱我吗？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突然，你爱我吗？立旭，你一直跟谁？他是谁？我是你的女朋友。你是谁？ 我的男朋友，等一下，东海冲出来演的。 东海之前难怪头发急白了，最闪亮的是他们全程中文表演，对，全部是中文，好厉害，好厉害。
下面我们请中文不是很好的朋友，他们用韩语都没关系，好不好？可以啊。我们请盛敏吧，好不好？你也可以挑选一个成员来安慰他，哄哄他。你呢？银赫一直低着头，就假装没看见。好浮夸的生气哦！你呢？对不起。对不起。我爱你。